咁你就要将个鱼头塞入B B嘅口入边啦。鱼头太低啊，抽高啲啊 ！B B 个嘴啊要包晒个鱼头先可以啜到奶噶。嗱，而家我哋嘅食指同埋拇指咧呈一个 C 字嘅形态。OK， 跟住咧就摆喺呢个鱼头上下距离大概1公分嘅位置，跟住由后边向前推。咁呢个动作咧主要就系嚟帮助刺激乳房啊，有助呢个奶水嘅分泌嘅，你可以试下。 点解你喂搵猪，搵猪会饮？我喂搵猪，搵猪唔饮嘅。应该系你太热啦。我太热？下次拎埋晒叶太健衫上嚟，包住搵猪或者包住个奶樽，等佢闻到妈咪嘅味道，咁咧佢有安全感，就冇咁易扭计噶啦。其实你点睇奶粉妈妈 ？I'm so sorry for them， 喂，真系唔够信心、决心同行心咯。你知唔知全香港有几多妈妈系好想喂人奶，但系基于佢哋身体、屋企同埋工作嘅问题，系被逼要喂奶粉嘅。